这一首呢，就是那个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啊，应该是好像是好多都是四五年前，我一开始做那个电，一开始有那个电影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好像是西调的版本。后来呢，好像听到一个日本的翻唱，他是唱 A 调的，哎，听起来哎好像也不错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我又重新做了一个G 调的版本，然后就把那个中间间奏的部分去掉，因为我发现根本没有人会弹那部分，就算有些人帮我改编的曲目，哎，弹一次放上网，困难的部分他会好像我一样直接去掉啊。现在这个弹这个是那个那些年他的主题曲。